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们现在打一下宇宙序章潜能解放下篇的挑战关卡宇宙轮转。那我们这边来打 LV4 的道罗斯，有观众朋友问到能不能用这一次的一趴大奖莎士比亚来通关，这边就来帮大家稍微示范一下。好，那我带的队员有熔炼的光八，再来是逆转后的路西法。哎，对，这个是逆转后的蜂王哈，所以你要记得看一下你的卡片是不是跟我的技能长得一模一样，因为近期有蛮多观众朋友会把那个异空转身系统弄得比较模糊一点点啦，所以打之前稍微看一下哦。好，再来的话是天琴座的奥菲斯以及天秤宫的露娜。好，那这边如果队伍跟农科配置还有疑惑没看清楚，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哦。剩下我们就是边打边讲解咯。好，第一关，好，第一关这边我们直接开莎士比亚，然后我们开六蜂王的记忆，好，然后我们开个天琴座，好，然后我们再开个天秤宫。好，那这边我们就只需消光更新就好哦，剩下就是都用叠的，因为对面有手消多种减伤，你如果再消到多一种符石，那就是变成减伤百分百，就打不到他了。好，那个莎士比亚有加10 C 的选项啊，所以对面要的只是6，不用担心哦。好，接着来到第二关。好，第二关这边的话呢，虽然说撸过去会持续变成问号，可是其实那个莎士比亚的版面还蛮美的啦，你就稍微简单转个两三 C， 然后剩下让它天降，基本上也可以直接带过去啊，没带过去也不用担心，它 CD 2，哇 ，CD 2真的没带走，也还不用担心啊，第一下也不会要你的命，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有30几万哦。好，接着来到第三关，好，第三关这边第一回合我们先去大力转数字23，这一回合大家稍微忍耐一下，等一下就有固板可以用了哦。好，23 ，OK。好，那我有帮大家实测一下哦，这一队如果你配置都跟我一模一样的话，是可以转错一颗的，被他打两下还不会死掉哦。好，第二回合这边我们把莎士比亚关掉，然后我们也把六封记忆关掉，因为等一下二血有复消重置。来，接着我们开六封的记二，好，然后转数字23。那这个转法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在玩五条老师啊，或者是八龙一样哦，就是像我画面上这样子，就是数字23了。OK。好，接着二血这边的话，我们开莎士比亚，好，然后我们开光八的记忆，那我们就转中间四个直行就好哦，剩下都不要去动到它，因为如果你动到的话，等一下就是连环爆炸，很可怕哦。好，这样子就好了 ，OK。好，这边的话呢，虽然路西法技能没有开，但是光八的增伤幅度非常的巨大，所以这边伤害一定是带得过去的。OK， 好，接着来到第五关，第四关。好，第四关这边的话，我们开那个六蜂王的记忆。好，如果哦你的电击珠非常的完美，你想要直接一回合去把它收掉，可不可以？也是可行，但是要记得哦，莎士比亚要关掉才有无视拼图。好，那你如果跟我一样，哎，电击珠位置非常糟糕，很倒霉，那怎么办？没关系，就先一回合送他。好，接着第二回合哦，我们就把莎士比亚关掉，然后再打开。好，我们再补一个天琴座的奥菲斯。好，然后就大力转就好了。好，这边就也是直接灌过去，没有问题哦。好，接着来到第五关。好，第五关这边的话，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光珠先移到左半边一下下，等一下要转到两组光十字，所以这边我们必须先弄一点点光珠出来。糟了，哈哈，好啦，应该够，应该够。好，然后那个等一下，莎士比亚第六直行会再转光，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去把两组光十字转到就可以了吼。好。好，我这边连无属性都没有打出去哦，可是如果我伤害够的话，哦，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好，来，接着来到二血，二血这边的话呢，我们先开个天琴座，好，然后我们再把露娜打开，好，然后这边把莎士比亚关掉，好，那就直接送给他就可以了。哦，你六蜂王开着，所以有无视无鼠的选项哦。OK， 好，接着来到第六关，好，第六关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开一加关莎士比亚，这样一回合30光就先送他了。
好，接着第二回合呢，我们可以用光八的技二哈，稍微赌一下下，我看能不能炸多一点光出来。好，然后我们就转。哦，其实这个也不算多哦，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啊，这个是不是运气剧本？不是哈。好，接着这边我们可以把莎士比亚开回来哦，那就至少又有五颗光珠了哈，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正常转。好，那我再示范一下另一个倒霉剧本，就是哎，你真的到最后一回合才光珠才够，那行不行？答案是可以的哈，但是要记得哦，就是如果你是要最后一回合才带走，那就是不能去消到水珠，这个很重要，因为对面有反手消水，这个一定要记得哦，不然打到这边就白费了，要再重打一次，很累哦。好，好，那这边当然就直接带过去，没有问题。好，接着来到第七关。好，第七关这边，如果你有露娜的话，可以开露娜；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光八的记忆。好，那这边一样，我们就专心弄中间四个直行就可以了哈。啊！好，倒霉剧本再现，我只有消到两个直行，伤害够不够？来，大家看一下哦。好，答案是非常足够，所以不用担心。OK， 好，接着就来到王一。好，王一这边的话呢，我们先把莎士比亚关掉哦。好，来，接着我们也把六峰记忆关掉，因为等一下又有复消重置了。来，接着我们开个天琴座。好，那这边我们就直接去大力转就可以喽。好，好，一血这边就直接带过去，没问题。好，接着来到第二条血哦，第二条血这边的话，我们开六风王的记忆。好，那如果莎士比亚有跳，就直接开啊；没有的话，你就是再偷一回合。这个是越扣越强，初始只有25，再来50、75，最后才100，所以有三回合可以偷哦。好，那接着这边我们开六风王的记二，然后我们去把三组十字转到就好。哦，那这个一样啦，就跟你平常在玩五条老师或者是那个八龙的三十字转法是完全相同的哦。我们就去把它转到就可以了。好啦，那以上这边的话是莎士比亚过这一个宇宙轮转下道螺丝，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拜拜。